好，行政院呢，为了现在宣示打房哦，来完备相关的法律。那今天的行政院会呢，通过了实价登录2.0的三法，重要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我们这次修法的重点就是把所有的门牌、地号都是全都漏，并且呢，受及以往的已揭露的这个案件呢，通通来全都漏。如果你已经签订了你的预售屋买卖契约，那30天内就必须及时来申报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打房新的措施哦，是透过揭露这个完整的门牌跟地号。那预售屋的部分呢，必须要全面纳管，并且呢来及时申报。如果不遵从或违规的呢，来加重处罚，就是要避免哦这个不动产的价格啊被不当的哄抬。